为你说再见是一部由华纳兄弟影业发行的爱情电影，讲述了一对年轻情侣之间因为意外而被迫分开的故事。这部电影以其深刻的情感和美丽的场景而深受观众喜爱。该电影的主角是一对相爱的年轻情侣，他们的爱情在一次意外事件后被迫分开。在这段分离的时间里，他们不断地回想起彼此，并透过书信来保持联系。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他们的情感似乎渐行渐远，留下了无尽的思念和无奈的感叹。为你说再见的故事背景设置在美丽的海滩和迷人的城市，这些场景在电影中得到了精美的呈现。此外，电影中的音乐也是其一大亮点。这部电影运用了多首脍炙人口的经典摇滚歌曲，尤其是主题曲《当你老了》When You Are Old 成为了经典之作。这部电影的成功不仅在于其美丽的场景和动人的音乐，更在于其深刻的情感表达和对爱情的真实呈现。观众们可以从电影中感受到爱情的真谛，以及在分离和失去中的悲伤和思念。该电影向观众们传达了一个深刻的信息，爱情是美好而又脆弱的，要好好珍惜每一分每一秒。总之，如果你正在寻找一部浪漫感人的电影，那么为你说再见绝对值得一看，它将带给你无尽的感动和思考，让你重新思考人生中最珍贵的东西，爱情。